每次大海退潮以后吧，都有好多的海里生物暗藏在沙子底下。这是我今天下午来到海边，发现呼吸孔，直接的一起跳下去。哇塞，原来是只大螃蟹！哈哈哈哈！进来哥哥姐姐们，喜欢吃螃蟹的，给小弟留下个双击，记得加个关注，看我直播。